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克兰，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勇闯王国。好，旭哥今天来分享这个史上最多组的礼包嘛，好几十组的序号啊，一次总整理非常非常多组，让大家换到手软啊，换到爽。史上最多的福利，最强攻略就在这边啊。还有这个官方公布的抽卡的技巧，一些隐藏版的 bug， 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英雄的数量，然后有一些幸运值啊。然后抽红色英雄的话，有这个幸运值必中的一些技巧啊，这个 bug 在这边抽卡的隐藏版的神招，这边可以抽到一些红神角，最强的神角可以透过这个方式。那旭哥也有实际抽给大家看，这边有必中的神角的一些方式，招募的机制刷新啊，然后幸运值保底的话必中神角，这个红色神角，所以这个隐藏版的 bug， 然后最强的福利。然后最强的抽卡的秘技，最神的攻略，还有最多礼包码游戏玩法，最强的神角的拿法，都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好，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旭哥来分享《勇闯王国》啊，史上最多组的礼包码，好几十组啊，真的是多到爆的礼包码，一次总整理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有 VIP 666，然后有 VIP 777，还有 VIP 888，那现在有这个 YCWGUZ， 接下来有这个 YCWGLL。接下来有这个 YCWG 那个 DYT， 就这个 YCWGAH，YCWG 是勇闯王国、啊、他们就是这个简称 YCWG。接下来是 YCWGFH， 然后 YCWGQQ， 然后 YCWGKQ， 这个 YCWG 很多，然后 YCWGTC。然后这 YCWGHDR， 还有这个 YCWGYT， 接下来还有 YCWGSG，YGWGDW， 然后 YCWGWLD， 还有 YCWGXX， 接下来有这个 YCWGHH， 接下来这个 RWMCPKP， 然后 7EH， 那大小写注意一下，大家自己注意一下。都分享给大家，大家自己看呐、啊。叫这个 XIUBV8AYUK， 叫这个 SPDMUAYW9B， 一样大小写，大家自己注意啊。这些叫这个 YQMTNWBPFR， 接下来这个 QBGXTJRVYE， 大小写一样自己注意。那接下来这个 ON。LINE， 哇，史上最多礼包码加上最强的福利，最神的福利都在这边分享给大家。画风超像那个之前旭哥玩的轰隆隆骑士团嘛，画风超级像的，还是轰隆隆佣兵团，反正那个画风超级像。呵呵，自己打，完全超像，拯救小伙伴。拿一个新角，他是快饿死了，是来获得一个新角，红须布莱恩，我们有个坦克，来继续开战呐、啊！啊，游戏玩法真的一模一样啊！靠，驱散这个雾，要去救莉莉啦。小镇与莉莉，轻松啊！来救一下莉莉，现在有了一个奶妈，这个应该是奶妈吧？稀有牧师莉莉，奶妈玩法真的超像，大概有99.87像吧。87% 奖，好，现在要来砍柴，啊，连牧师都会砍柴啊，傻小，
冲冲冲！玩法很可爱。啊，我们可以到下一个城市了，华龙洲。笑死，这也太可爱了。这是我们起始的城镇。它这个一定要丢木材，要不然它不会亮啊。驱散一下。来，哦哟，城镇看起来蛮可爱的。这是我们的城市。这个是平原。来去建造我们的训练营呢。先来砍树一下。也太可爱了。砍树。来。训练营来啦，各位观众。训练营有了，应该就可以来，等一下可以来抽角色了吧。可以增加我们攻击力，点一下，开局一定要的。还有说攻击一加，它的 buff 蛮重要的。清怪喽，这个水晶是不是可以采收啊？哦，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拿来增加我们的训练营的东西？来，先采收一下好了，那就很实用了。大火进攻喽！有没有玩法真的很不错？哎、欸，我们升到二级了，爽！欸、打死一个山猪啊什么的。它、啊、这个矿可以采吗？这不行，要蓝色的。这个一个阿北在那边。那、啊、史莱姆呢？啊，这边还有、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先点起来，增加我们的这个视野，赞，开拓我们的视野。啊，罗宾汉，这会不会太轻松了？太好玩了，这游戏，玩法很愉快耶，就是你也不用太累这样。他要十个肉啊，来，拿到罗宾汉啦！罗宾汉怎么长得像萨尔达？笑死！绿帽罗宾汉，而且还是个绿帽，绿帽男。增加我们的这个营地的上限了。绿帽哥，绿帽哥他要加进来的话，必须要再多人啊，要不然我们队伍人不够。这个吧。这个上阵加一，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全部体力，攻击力加二，好用哎、欸，超赞！所以这个优先要点啊，接下来就可以上阵我们的绿帽哥了，萨尔达。好，开局这样玩起来算是蛮齐全的，我们很忙呢、欸，就无赢呢。胖虎，我们来啦！来 ，BOSS 啊！胖虎来啦！来 ，KO， 赞哦！还拿到一个宝箱，直接领取。哦，拿到一个神角坦克。Papi， 来，接下来就是来抽手抽了，解锁我们的大厅啊，转蛋呢要来了，来吧，抽转蛋了，这边花钱就可以抽，那有常驻的，这边还可以更新，更新的话可以换到更高几率的英雄，那我们尽量可以刷新，刷到更神的角色。我们来刷一下，看一下。哎、欸，有，现在就有紫色了，有没有？
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刷到更高等级，可以最强的神角。这边神话英雄，然后史诗还有传说。神话是 5% 的机会，然后传说是 15%， 然后史诗是 50%。基本上最强的神角呢都可以免费拿，这个一定可以拿得到，免费拿。有没有最强的神角？像我们刚才只有拿到这个，哇，双枪麦克雷史诗神角。那之后呢，还可以一直这样更新下去，你就一直刷嘛，就可以刷到像是有没有红神角啊？哇，太爽了！最强神角可以免费拿，来拼一下最强的神话角。那我们就是一直去赚钱去刷它，这样。这蛮好玩的，这游戏就这样。好，最强的神角可以免费了，我们可以来拼这个红神角。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这边啦、啊。版本最强的 T 0神角，这个红神角，神话角超香啊，赞！而且还是个妹子啊，可以免费拿。最强的攻略，最强的福利，最多的礼包啊，直接刷这个红神角超爽。分享给大家，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看旭哥手工，我们下一集攻略见。